当出道36年来，至今仍享有高人气，是超级大咖的日本艺人之一。日前他暌违30年来台宣传9月演唱会，并接受了媒体访问。期间，工藤静香被问及了自己最有自信的特质，他谦虚的表示不敢保证哪里最有自信，但如果粉丝喜欢自己的声音，他会觉得超开心。此外，工藤静香也被问及会不会在家回顾当年的样子，他则透露偶尔会看看照片，因为太害羞了，所以几乎不会重看以前的演出画面。但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会去 YouTube 上看自己演出的影片，让他感到十分害羞，直言真的不喜欢这样。不过工藤静香表示，大女儿新美曾问过自己如何在大众面前吹笛子而不会颤抖，光希则询问如何在人群面前摆出很酷的姿势，可见女儿们都以妈妈为榜样呢。Bye.